今天来吃荣中式星座耶！今天来五十楼，然后体验荣中式星座。这是他的菜单，有饮料。然后这是他的男厕，我刚才瞄到他厕所还蛮干净的，而且感觉很高级。进来看一下，一进来就有一幅画，然后是那种大理石地，然后每一间都有洗手槽跟镜子，墙壁还有这种玫瑰花图腾哎，还有婴儿那个哎换尿布台，然后每一间空间都还蛮大的，然后就是他的厕所。然后再来就是要进来看咯，一进来会有一个柜台小姐。这是古坊吗？好像是农作物用的，风景超级美超级美，你看我们中午来的时候就觉得已经很漂亮了，这个晚上来看已经超美，然后这个地方一定很好拍，等一下一定要拍照，我觉得我的部落格通通都在放我的自拍照，好漂亮哦。这是他们的酒类，香槟哎，带女朋友来约会一定很好，然后可以充电。这个花池好美哦，进去看看。这应该是他的贵宾厅，这是类似包厢式的，因为它是一个门进来。Hi, lady. 风景超美。哎，你喝水给你看。啊，这里有儿童餐具哦。现在录吗？对啊，这个小屁孩，这个小屁孩顾看风景。你们点餐好酷哦，是那个很像平板的。这里除了餐点好吃之外，它还有酒，所以其实晚上来的话也是可以品酒，像这个有机巧克力炭烧啤酒，这个也蛮推荐的。然后还有红酒、白酒，这是手冲单品，还有咖啡，然后跟这个气泡饮，还有茶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的菜单，菜单很精致，这我们今天有点，有双人套餐、四人套餐跟六人套餐，其实单价不算贵耶，四人套餐才2238，两人套餐也才1180，有非常多东西。耶，上菜了。这是肝肠跟红花园的水晶。好，谢谢你。阿杜门问妈妈哦，你最喜欢吃哪一道？哪一道？只能选一道，最喜欢的。这个超好吃，咕咕咕，它好像是胡麻酱。啊，我觉得这也很好吃，然后豆腐也很嫩，我觉得我们点的都还蛮好吃的。你喜欢辣干吗？你为什么在吃？你为什么吃四只鸡？它不掉，我就说它不啊。我把它切断点。哎，我看牛奶糖没了。有个娃要拍的，牛奶糖，这里应该鸡蛋豆腐。那个图案上面有个娃娃，有个妹妹，她叫什么？两个在讨论杏鲍菇很好吃这件事，忙着拍照的我半口都还没吃。这是娃娃菜，然后感觉它的菜汁很浓郁。啊，这看起来哦，好厉害哦！它不只有螃蟹，它还有花枝跟那个虾子，南洋霸气海鲜锅，你看起来就很想吃。而且有香，很香。南洋霸气海鲜锅，好大，大只虾。开背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做。就像他脱衣服而已，根本没有在剥他的感觉。你的表情好好笑哦，很疗愈。是很好剥。听说新鲜的虾会比较好剥，是他脱衣服的感觉。我们吃完了，感觉很好吃的。迷你，你觉得这么多道菜里面最喜欢的一道，只能选一道？一道，这个炸的金沙软壳蟹。金沙软壳蟹，那你夹一块吃吃看。
你看都已经吃完了。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吃？因为我觉得它是蛋黄，咸蛋黄炸的。然后呢，通常这种东西都要沾酱才好吃，可是它是那种每一口的味道都咸蛋和，很好吃。然后它的有人也不会裹粉裹太多的那种。有人说你变胖吗？啊，脸变圆了。我是刚起床吧。迷你红豆汤感觉非常的营养，西米露非常之浓稠，他们的奶酪非常特别，是桂花蜜。服务人员很漂亮。吃这个吗？吃的。你有吃好多吗？嗯，你往上看，然后拿汤匙，这里很好拍，都能。阿爸，你看这边比较亮。哎呦，很好哦，景跟人都有了。然后两个一起拍照来。你要拍照哦。我们两个一起拍照。很漂亮哦，想拍照哦。来，你坐这里。拍照我坐这里。好，我现在给你们拍。那我在录影中。你先拍，你们两个先拍。你录我跟阿杜拍照。你确定拍得到我？哎，好可爱的画面啊、哦。我吗？傻眼，你都会耶，好棒！在骚扰店员。